我需要青蓝一个泡泡，我需要青蓝一个泡泡，我需要青蓝一个泡泡。第一秒马克瑞，第一秒这个马克瑞，下一秒这个，下一秒阿斯塔特，下一秒阿斯塔特，下一秒阿斯塔特，第一秒马克瑞，下一秒阿斯塔特。先打 M R M A 开始，第一秒 M A R， 下一秒 D O N， 不用着急，现在膨胀很厉害。锁定机开火，锁定机开火。阿斯塔特也是锁定机开火，阿斯塔特也是锁定机开火，阿斯塔特也是锁定机开火。对面给我的大白加了网。没事没事，下面这个 APD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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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这个目标的 Tempest， 下面这个 Tempest， 再下面这个 Tempest， 第一个目标 J 开头的 APD， 所有航母跳一样 A2 开头的 Tempest， 再下面 P 开头的 Tempest， 第一秒 J 开头的 APD， 第一秒 J 开头的 APD， 大家不要着急，现在本地膨胀非常的厉害，现在本地膨胀非常的厉害，所以说我们点名会比较慢，各位不要着急。OK， 第一秒 P。地瞄 A2， 地瞄 A2， 下一秒这个马克瑞级，再下一秒马克瑞级，再下面这个马克瑞级，再下面这个马克瑞级。Nestor 广播 ，Nestor 广播。OK， 地瞄马克瑞，再下面这个马克瑞，再下面这个马克瑞，再下面这个马克瑞。地瞄 AG 开头的马克瑞，地瞄 AG 开头的马克瑞。孙瑞环绕第二导标，孙瑞环绕第二导标，孙瑞环绕第二导标。下一秒是 TA 开头的马克瑞级，下一秒 TA 开头的马克瑞级，下一秒。第一目标是 AG 开头的马 ，OK。第一秒 TH 开头的马克瑞级，下一秒是这个，下一秒是这个响尾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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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大白立即杀。好的好的，索恩环绕第二目标，索恩环绕第二目标，索恩环绕第二走一关，索恩环绕第二走一关，索恩环绕第二走一关 ，OK。第一秒响尾蛇，第一秒响尾蛇，第一秒响尾蛇。后勤蛇销量被破。稍等，我打错了啊。稍微我点错了，下一秒这一个响尾蛇，这一个响尾蛇，下一秒这个响尾蛇，不用耐力星门，不用耐力星门，不用耐力星门，就在这个位置左右摇摆，下一秒这个响尾蛇，下一秒这个响尾蛇，下一秒这个响尾蛇，第一秒 C2 的响尾蛇，第一秒 C2 的响尾蛇，下一秒 WAR 的响尾蛇。OK， 所有人停火，所有人停火，所有人停锁，停火，解锁当前所有目标，所有人停火，解锁当前所有目标，所有人停火，解锁当前所有目标，所有人解锁当前所有目标，所有人加锁这个马克瑞杰。所以枷锁这个马克瑞级，现在第一目标是这个马克瑞级，所以解锁当前所有目标，第一目标是马克瑞级，所以解锁当前所有目标，第一目标是这个马克瑞级，所以注意解锁当前所有目标，第一目标是马克瑞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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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集火这个马克瑞，集火这个马克瑞。OK， 好的，下一秒这个马克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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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一秒这个 APD， 下一秒这个 APD， 下一秒这个 APD， 下一秒这个 APD。下一秒是这个 MA， 下一秒是这个 CHA， 下一秒是这个 CHA， 下一秒是这个 CHA。被投弹了，不要点摇修，被投弹了。后勤清记录，后勤注意摇修，后勤注意摇修我，后勤注意摇修我，我在被打。第一秒 KU， 第一秒 KU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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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一秒 CHA， 下一秒 CHA， 下一秒 CHA。OK， 第一秒 CHA， 第一秒 CHA， 第一秒 CHA。OK， 第一秒 CHA， 第一秒 CHA， 第一秒 CHA， 下一个目标这个，下一秒这个，下一秒这个，下一秒这个。我被击杀，我被击杀，我被击杀。接锁点名，接手点名，刚刚的点名外号在不在？响尾蛇优先吧，响尾蛇优先，响尾蛇优先。QQ。当前目标是 K 开头的响尾蛇，注意我要广播下一目标了。下一目标已广播，下一目标已广播。R 开头的响尾蛇是你的下一目标。当前目标是 K 开头的响尾蛇，下一目标是 R 开头的响尾蛇。好，所有人解锁所有目标，解锁所有目标。现在我广播了一个目标，锁上这个 U 开火，锁上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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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火。下一目标是 K 开头的响尾蛇，我广播了一条 K 开头的响尾蛇，但是输出的速度还是有点快。刚刚广播了一条 D 开头的响尾蛇 ，D 开头的响尾蛇。当前目标是 K 开头的响尾蛇。OK，
解锁 K 开头的响尾声，直接打下一目标第一开头的响尾声。好，准备，我准备要那个广播一条 S 开头的响尾声。现在广播了一条 S 开头的响尾声，先锁住。炮冷即开火，炮冷即开火。OK， 所有无畏出战，无畏出战，所有无畏出战，所有无畏出战。小五车打不下去，我可以打小目标吗？可以，可以打。当前目标是一条 R 开头的死亡漩涡，解锁所有响尾蛇，锁上一条 R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解锁所有响尾蛇，先打这条 R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注意广播下一目标，下一目标是 L 开头的死亡漩涡 ，L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广播第三目标。D 开头的死亡漩涡 ，D 开头的死亡漩涡，知道了。好，现在的第一目标是 L 开头的死亡漩涡，下一个目标是 D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我准备广播新的死亡漩涡，做好准备。然后再锁上一个 S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现在我应该广播了两条 S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当前目标是 S 开头的死亡漩涡，速打。S 开头的死亡漩涡 ，S 开头死亡漩涡。好的，下一目标还是一个 S W A。所有 S R T 五位，所有五位近战，所有 fuck， 所有五位跳三的五位跳三的五位跳三。S W A G 的死亡漩涡。现在我广播了一个 C 开头的死亡漩涡，广播了一个 C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然后我又广播了一个 T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好，当前第一目标是 C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然后我新广播了一条 G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当前的第一目标是 C， 好的。当前第一目标是 T 开头的死亡漩涡 ，T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我需要往 Fax 那边靠一点吗？我现在离 Fax 67公里。你速度稍微慢一点，不要超过300。收到，收到，已经做战术启动。当前第一目标是 G 开头的死亡。炮冷即开火，准备广播下一目标，所有人准备看广播。再下一目标是 C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所有人注意，你们现在的走位关是这个。所有人注意，你们现在的走位关是这个，没有跟他走位的速度跟走位，好吧？我现在走位关是这个。很好，下一目标 P 开头的死亡漩涡 ，P 开头的死亡漩涡，锁上炮冷，直接开火。注意，我方正下方出现五位群，我方战略舰正下方出现五位群。Shut up！ 我不需要你说，我们的五位正在进场，我不需要你说，我现在需要旗舰队里面的人把三个打开。收到。不管你有多少个三个，把三个全部打开。收到。很好。如果他进结构就停止了，你们就要换一个目标，知道吗？五位，如果他们打进结构就停止了。常规枷锁下一目标 T 开头的死亡。常规下一目标是 T 开头的死亡。当前目标是 Z 开头的，然后我又标记了一个 D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注意把我新标记的两个广播目标都锁上。当前目标是 T 开头的死亡漩涡 ，T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后勤清广播，后勤清广播。我广播了第三目标是一条 S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当你开始攻击 T 开，好的，现在第一目标是 D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然后我准备广播第三目标，注意看，第三目标是一条 H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当前第一目标是 D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启动武器。好，停炮，所有人停炮，所有人停炮，所有人停炮。开始打第二目标 S 开头的死亡漩涡 ，S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不要解锁 D 的那个，不要解锁 D 那个死亡漩涡，不要解锁 D 这个死亡漩涡，先打 S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很好，解锁 D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然后我现在广播了第二目标是一条 A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你会通控？叉 A 叉五出征，给我 D 点80条。起火效率非常好。我现在广播了两个目标，一个是 D 开头的死亡漩涡，当前第一目标 A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请忽略这个 D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第三目标是 H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好。当前第一目标是 B 开头的死亡漩涡，下一目标是一条 H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我现在准备广播第三目标，注意看，第三目标已广播是一条 G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很好，我准备广
广播第三目标注意看，第三目标是一条 P 开头的死穴。好，当前第一目标是 G 开头的死漩涡，直接攻击当前第一目标。告诉我，告诉我们的 subtrap 秒人秒的快不快？现在秒人效率是锁上即死。我们大概还有100。收到。好，我现在舰队的扫描是100张。收到，请锁上第三目标是 D 开头的死漩涡。很好，当前第一目标是 P 开头的死亡漩涡，第三目标是一条 N 开头的死亡。指挥通话，第八七翼有七条还在进，有十条超级，我几次干翻了。OK， 所有人停止打 P 开头的 Milestone， 直接开始打 D 开头的 Milestone， 直接打第二目标。老板，第八七翼15条 Super 大行，15条大行盾坑。好，试一下 N 开头的马克瑞，所有人集合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打掉。下一目标是 H 开头的 Milestone。激活这个马克瑞，看一下能不能打掉，能打掉我就开始转火马克瑞，然后锁上 H 开头的 milestone， 锁上 H 开头的 milestone。 我们有网传吗？网下这个马克瑞。好的好的，下一目标 H 开头的马克瑞，那个 milestone 死亡漩涡， H 开头的 milestone。 再下一目标是这个 F 开头的马克瑞， F 开头的马克瑞，请加速这个 F 开头的马克瑞，以及再下一目标是，好，现在停止打 H 开头的 milestone， 直接打第二目标的马克瑞，直接打第二目标的马克瑞，直接打第二目标的马克瑞。下一目标是 O 开头的马克瑞，先打 F 开头的马克瑞，我们的机会有一点死，请先打 F 开头的马克瑞。马克瑞有大量马克瑞贴着我们，现在有点难办，打不掉。我继续点 milestone 吧，我继续点 milestone。现在直接解锁所有目标，现在打这个 V 开头的马克瑞，看一下能打掉吗？好，下一目标注意加锁，加锁 P 开头的 milestone，P 开头的 milestone 的 milestone， 解锁所有马克瑞，解锁所有马克瑞，解锁所有马克瑞。第一目标是 P 开头的死亡漩涡 ，P 开头的死亡漩涡，解锁所有马克瑞，解锁所有马克瑞 ，P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现在广播第二目标是 X 开头的死亡漩涡 ，X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要 reload 啊， reload 换弹药啊，不要拿硬币打。当前第一目标是 P 开头的 milestone， 下一目标是 X 开头的 milestone， X 开头的 milestone。 然后锁上 M 开头的 milestone， 锁上 M 开头的 milestone， 锁上 M 开头的 milestone。OK， 所有人解锁所有目标，所有人停炮解锁所有目标。装填结束后再舰队打赢，装填结束后再舰队打赢。然后所有人开加力，我要稍微靠过去。所有人开加力跟我走。那个舰队长允许加入啊？允许加入的，没有问题。我加入。你再试一遍。换好弹药以后，马上在舰队频道打赢。指挥通话，第八七翼的15条大行，16条 Milo Kama 消失。本地进入大量 Milo Kama， 准备广目标，走不了，继续打。准备广目标 J， 当前第一目标 J 开头的 Milo， 锁上开火。然后我现在广播第二目标是，有点卡，稍等一下。这个第二目标是这个 S 开头的死亡漩涡，第三目标是 C 开头。先打 JA。 现在第一目标是 J 开头的死亡漩涡，现在第一目标是 S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可以看一下走位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现在广播第三目标，锁上这个 J 开头的死亡漩涡。我被感应压制了，第一目标死的时候告诉我一下。不告诉你。打不下去，打不下去。现在打 C 开头的死亡漩涡，打 C 开头的死亡漩涡，然后清空其他所有广播。我们这边有 spy 的，因为现在有时间膨胀，所以说他们预先知道我们打的是谁。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点 ，OK， 我会一个一个点，死一个点。好，解锁所有目标，现在解锁所有目标，解锁所有目标，解锁所有目标，准备看广播，准备看广播。
广播了一个 S 开头的 milestone， 锁上就开火，锁上就开火。锁上这个 S 开头的 milestone， 锁上就开火，锁上就开火。快广播，快广播！我知道，我这是点了没反应。别发战术了，这么卡还发什么战术？不要发战术，不要发战术。下一目标是 B 开头的阿巴顿 ，B 开头的阿巴顿。锁上就开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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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锁上就开火。换具体脚本了，计算机。计算机换距离脚本，计算机换距离。有点太近了，继续点开，继续点，有点太近了。好好。好，当前目标，第一目标 S 开头的 milestone， 当前第一目标 S 开头的 milestone。然后不要锁任何东西，我等他死了我再。重新标一下 S 开头。收起来了。好，准备，注意看广播，注意看广播 ，J 开头的 milestone 锁上就开火。损控，我需要知道我们现在还有多少 time pins。我需要那个绕点的人，如果你们死了的话，开绕点他们把那个点绕完。如果你们死了，现在下去去找 H Y， 让他们把点绕完。把广播历史清空，把广播历史清空。控心 anchor， 你们的 anchor 太差了，快点 anchor 到多米台风。下一路呗。啊，等一等。等，看广播，看广播，死奥克，看广播，看广播，换转速脚本，所有人换转速脚本，换转速脚本，全都给我换转速脚本。所有人预锁 no mn， 预锁 no mn， 预锁 no mn， 预锁所有后勤预锁 no mn， no 要预锁 no mn。你接着点名。好，我现在继续点名，我现在继续。这个麦克。可以打小马吧，小马报。对，我现在打小马，小马的位置非常好。好，我现在广播了第二目标。E 开头的马克瑞，请预锁 E 开头的马克瑞。台风，你能台风，你能卖 ？OK， 直接打第二目标试一下，直接打第二目标一开头的版本试一下。H 叔，你不能再预锁了，那个台风来点名，台风来点名。好，台风来点名，台风来点名。台风在吗？台风在吗？我是。不要再点了，后勤清记录。我被压。打死了，告诉你，打不掉，打不掉，打不掉。下目标，下目标，看新广播，看新广播。后勤被集体带跳走了，后勤被集体带跳走了。我们场上大概还有八十条战线。最后勤朝向头顶的 QQMPP 跳下零，然后再跳下来。再广播一个，再广播一个 ，BP，BPB，BPB， BPB， 谁还能再点名？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在场。大大，你来接平安。打完了没？这个打完了没？好。大大，你剑没打开，算了。不要跟我走位，所有人现在，所有人现在就环绕这一个人。所有人现在舰队里就环绕这一个人，所有人舰队里就环绕这一个人，然后激活这个 PAN。索然现在激活这个 PAN， 索然激活这个 PAN， 打掉了吗？来，注意所有的后勤跟我走位，所有的后勤跟我走位。OK， 索然注意定瞄这个，定瞄这个 ABD， 定瞄这个 ABD， IN 的 ABD， 索然注意定瞄 IN 的 ABD， 索然注意定瞄 IN 的 ABD。
等打，等打，等打这个。下一秒是多了，这个马奎，下面这个马奎，下面这个马奎，下面这个马奎。掉了，大概。OK OK， 第一秒这个 S A O 的马奎奇，下一秒 S A O 的马奎奇。虽然重新注意环绕一下你们的导弹，先注意。咱看一下舰队什么公布。OK， 虽然注意下一秒这个响尾蛇旗，虽然注意下一秒这个响尾蛇旗，注意下一秒这个响尾蛇旗。打不掉，解锁。OK， 第一秒响尾蛇，第一秒响尾蛇，第一秒响尾蛇。第一标激活相位射击，第一标解锁相，第一标激活相位射击，第一标激活相位射击，打掉了吗？我相位射击有点远了。可以带跳的跳下面的平点，下面有炮。然后这种可，再不行你要换一个。不换，不用换，换了更浪费时间。打不了这个目标就换其他的类型。结构了。OK， 下面这个马克瑞奇，下面这个马克瑞奇，下面这个马克瑞奇，下面这个马克瑞奇。这个游戏。OK， 下面这个曲线级，下面这个曲线级，下面这个曲线级。我现在把后勤带到主舰队边上，然后边上没有敌人，后勤看一下能不能修到自己。已经带回来了。这个打掉了吗？这个打掉了。下一秒这个马克瑞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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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秒这个马克瑞奇。第一个马克瑞打掉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快到结构了，没有，修上去了，修上去。OK， 激活这个 EL 的马克瑞机，激活这个 EL 的马克瑞机，这个马克瑞没有，这个马克瑞不在游戏范围。激活这个 EL 的马克瑞机。解锁当前目标，激活这个 APD KA 的 KA 的 APD 机，100多公里的距离。好的好的，把激活下去。哎，可以可以。先打 APD。我全屏广播一下，那个。把我们把 iHub 点燃完，把 iHub 的点燃完，还有三个点燃完，红叶已经可以。我现在广播你们能看到吗？能，没看到是抬头的。对，我自己看不到，我自己看不到。打不下去，感觉。打不下去，要换目标。OK， 所以我再换一个。可以考虑清蓝，可以考虑清蓝泽。所有人自行朝 L O T M 的堡垒加速，所有人朝 L O T M 的堡垒加速，自己加速。朝 L O T M 的堡垒加速，所有人朝 L O T M 的堡垒加速。只是加速，不要起跳啊！对，只是加速。我广播了，我广播了，这个广播。可以加锁一下上面的青蓝，可以加锁一下上面的青蓝。王大拿，你继续广播，我这边卡。开家里，开家里，开家里，不能停。然后所有人现在自由加锁身边的青蓝，自由加锁身边的青蓝，自由加锁身边的青蓝，速度激活身边的青蓝，速度激活身边的青蓝，快！能广播身边青蓝的广播一下青蓝，谢谢。是青蓝，不是杰西。对的，这个青蓝，这个青蓝。所有人开炸弹，开炸弹，开炸弹。所有人把炸弹打开。所有人把炸弹打开，速度，
虽然把你们高槽的炸弹打开，快！把高槽的炸弹打开。小船队帮忙清一下周边的青蓝。速度，虽然看到青蓝的广播就立刻把它打掉，虽然看到青蓝的广播就立刻把它打掉，速度。虽然把你们的高槽的炸弹打开，虽然把你们的高槽炸弹打开，快！来这一条青蓝，这一条青蓝，这一条青蓝，把它打掉。还没打死吗？那条青蓝？先转速小子，那转小剑齿虎那条飞燕打不下去。有没有指挥驱逐？有没有人有指挥驱逐？有。速度开过来，速度开过来，速度开过来，把我们舰队带跳。继续广播青蓝，继续广播青蓝，速度过来，把我们的舰队中心带跳出去。正在月圈。你要往哪个方向带跳？往下面。下面，往下。这边没有拦截了。对。等这些炮火消失，继续开加力超堡垒加速，继续开加力超堡垒加速，拉开。等着一个炮火消失，等着一个炮火消失。继续加速，开炸弹，速度。160多公里的 Saber 是吧？现在你们距离箭头向上看一下我们近期的，有的话请帮忙广播。Okay, guys, 懂了吗？应该已经带跳了，谢谢，是我知道带跳。OK, 谢谢。So, 这个我们要赶紧把点燃完，不然就亏大了，把点燃完。指挥舰的加成关掉啊，要不然等下挂靠不了。指挥舰都死光了，还有指挥舰。忘了吗？我有指挥舰，好吧，现在被点有了，无所谓。还有加成。我们两个指挥全部被人两点住了，根本走不了，没事。哇，你敢信吗？我的 fax 正在握不出去，而且没人打我。OK, 我想我们很成功的向所有人发，向这个服务器的所有人发明了一个，发出了一个很清晰的信息，就是我们的战斗力还是有的，还是很强的。虽然他们这样人多欺负我们，对吧？这边有一个 FCON 的那个小航。OK, 所有人朝空间站加速，所有人朝本地空间站加速。本地空间站加速。有空间，可以了，广播出来了，朝空间站加速，然后让你们锁的时候你们再锁。现在还在战场上的人尽力跳出来，尽力跳堡垒，在战场上的人全力跳堡垒，不停的点燃钱。OK, 所有人集火这小航可以打，没问题，可以打，没有问题。所有人集火这小航，广播出来了，广播出来了，这个堡垒是我们的。所有人朝向空间站。那个旁边那里就是安全。姐姐帮我去看一下空间站有没有泡泡。所有人朝向空间站，速度。然后其他人全力打这个小号，干死。超载高槽炮。可以超一轮。没有超坏的情况下，可以超载两轮左右。在场上还留在场上的人，请努力跳我们的铁地。我们 iHub 已经守住了 ，Yes！ 我靠，我们太屌了，好不好？华人了，空间站那个太空间站的化学接机。来，所有人干这个小航，进结构了。空间站是否有泡泡？空间站是否有聘点？有泡泡。是否有聘点？聘点到了没有？卷。他们仓鼠离场了。报了。死了。保持秒跳别动啊！我们打了一个防御泡泡。这个结晶，这个泡泡打的没问题。这防御泡泡非常牛逼。好了吗？对了。OK, 好的。OK, 收到。我需要一个结晶，帮我留在这里看一下铁壁是否有被泡泡拦啊！我马上带回铁壁。
昨天我们打了一场战争，里面除开 CY 无畏团灭之后的那个，应该是战神比最大的一次战争了，啊，甚至比 TI 那场在 SAI 头超起那次战神比还要多。然后我们赢了一个 iHub， 守住了自己的 iHub， 这个 FGQ 的 iHub 是很重要的，它是星座入口。然后我们更多的还是赢得了一种尊严。然后我讲一下现在战争的近况吧。昨天 Test 三场都赢了，他们在打完我们 AU 那一场之后，还在 EU 时区跟 USTG， 但他们三个时区里面都赢得了战神比。XVV 的 FCON 堡垒本来是最后增强，但是没有推掉。除此之外 ，U-Q 我们打死了一个 Asbel， 另外两个 Retaru 上线了。除此之外，这个战争几乎没有其他太多进步。Solar 那边他们损失了一些 iHub， 但是无伤大雅。然后 PL 有一家公司叫 Adversity， 是一家美国直营公司，他也准备离开 PL。 这家公司在之前是以一己之力，在整个美国时区里面跟这个 PF 对抗的，他是进攻 FCON 的主力在美国时区，所以很显然现在战争是泥潭阶段的，很明显。然后如果你去问新华就知道，他们每天在 FR46 附近跟敌人纠结多久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现在要等的就是叉一叉，能够停止做他的保姆，回到无人机去，或者是月空改版。月空改版是24天之后，10月24号。以后的 T2 价格肯定比现在贵，因为自动化的采集变成了人工采集。在这个月空改版之后的话，所有现有的月亮的位置都会重新分布，重新洗牌，意味着任何人的都可以自家里面突然发现金矿啊，或者是之前的像新地家这种月矿资源很丰富的星域突然变得很穷，这也是有可能。然后这就是说，所有的大联盟都会去争夺这些新地方的所有权，因为采集器比 POS 要难打太多了，它有十区扛，有三次增强，比现在的 POS 要难打很多，所以先占坑的人优势会是很大的。那我猜 XXX 跟 TAS 的两家，他们现在都是客场作战，在这个月空改版之后要先回到自己家里面去勘探月亮，去上线采集器，这是很大可能。所以整个月矿改版之后，我们这个战争的走向应该会对我们好很多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主要就是防守住现有的主权， FR46 附近主权， EL 附近的主权。大家不要自傲也不要自卑啊，还是要踏实一点，把自己的基础技能打牢，然后把自己的钱包刷苦一点。我们基本上就会留在这边了，没有太大可能有人能把我们赶走或者怎么样。我大概讲完了。